外有天。今天让你见识一下老师的厉害，荒野求生现在开始。出发喽！老师，这里会不会有老虎突然出现啊？老虎又不是大白菜，哪有那么容易遇到？别开玩笑了。哎呦！别怕，书上说遇到老虎，只要躺下假装自己是植物就好。嗯。老师，你看的书是盗版的吧？救命啊！看我的，热能咆哮！我从童话故事里看的，野兽都怕火。难道我还不如小学生吗？老师，我好饿啊！这个机会来了，稍等片刻，老师这就给大家钓鱼吃。啊，怎么一条鱼都不上钩啊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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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师，这是由麦小秤设计，由我施工完成的五星级酒店，晚上睡觉很舒服的。我服了，还是你们厉害。海底总动员。今天这节课，我来教大家冲浪。欢迎。杰西卡老师太帅了。救命啊！我不会游泳。啊，得赶紧把英语老师救上来。超能改造，水下呼吸机。杰西卡老师，我们抓住你了！海里面太黑了，根本看不见啊！看我抓到了什么？啊，是灯笼鱼！我就不信打着灯笼还找不到英语老师。前进！怎么回事？灯光越来越暗了。看来是灯笼鱼没电了。啊，有了！哦，居然用电鳗给灯笼鱼充电，不愧是学霸！小心后面！鲨鱼，大家快跑啊！只要我的落气够快，鲨鱼就追不上我。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！加把劲儿啊，我的小命就靠你了。红色头发，我找到杰西卡老师了。杰西卡老师变异了。谁在叫我？老师你。举手之劳，不用谢。我是说你后面有鲨鱼。